从小就很好动，总是活蹦乱跳的。当我的小伙伴在家看动画片时，我总会在外面玩耍。我最喜欢玩就是独木桥，因为我就是比别的小朋友走得更远，不会掉下来。妈妈就是告诉我，她激发了我身体一种潜能，那就是平衡感。虽然我不是很懂她的意思，但是那个话却激起了我这颗勇于挑战的心。于是所有的马路边都成了我的练习场地。模特学校的老师看到我在练习，在他的眼中，我走得更像是秀场上的猫步，是模特才会的专业步子。有一天他问了我，想不想走得更远？我毫不犹豫地点点头。2018年是我接触模特走秀的第一年，老师将我推荐给多伦多本地的一个中国设计师，因为他知道我是半个中国人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登上走秀舞台，为了锻炼我走模特步，妈妈还买了许多汉服和有着中国元素的现代服装，她让我穿着它们在公园的人行道上练习。带有中国元素的服装，每一个设计都有着不同的寓意，比如说这套印有仙鹤的明黄色套装。仙鹤在中国代表富贵、吉祥和长寿，而黄色在中国古代则是军权的象征，同时黄色也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啦。2018年对于我来说是最难忘的一年，因为我作为模特来到了北京，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，眼前的一切都深深吸引着我。北京的建筑、文物、美食，跟我曾在电脑里看到的一模一样。北京的烤鸭也和我想象中一样的美味。我决定要好好学习中文，这样等我长大了，我才可以用中文交流，认识更多的中国朋友，去中国更多的地方。在那之后，我为中国设计师走了很多很多场秀。我想在我越走越远的同时，也将中国设计带到更多国际的舞台上。我想让这个世界看看中国服装设计的精妙绝伦。我们常说缘妙不可言。
我是李志勇，这就是我的中国园。